这个问题非常好。有没有认识就是家里是投民主党的？应该每一个人都有。我们住加州，超多民主党，绝大多数的民主党，共和党在这边不可能会赢。OK， 有尝试的人不可能会赢。我不是说共和党很好，但至少他们跟民主党比起来有尝试很多。民主党政府已经在这边就是多数党了。OK， 这个地方就跟中国大陆在那个开人民代表大会一样，就是不同意的请举手，然后每个人没有没有，只是这个样子而已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地方他们已经不怕我们反对了，就像这个 Temecula 这个学区一样，150万罚你，你就是要教这个东西，我不管你的家长会怎么样。那家长会、校董会是人民选出来的，我不管你选出来是什么，你就是要教。我们现在真的说真的，只能 homeschool， 只能把孩子带回来自己教。现在加州的政府还没有很多 homeschool 的这些法律出来，他们还没有把这个手放到这个 homeschool 这个里面。你可以自己教你的孩子，你要脱离这个公立的教育，因为公立的教育你就是被别人控制的。就跟我在这个里面说的一样，当一个东西是免费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个商品。当你不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就是被别人教导出来未来的士兵。当你的孩子不是为了正义还有你的家庭的价值观奋战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就会被政府拿去当他们的正义跟他们的价值观。所以很抱歉，我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可以帮你解决的这个理由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教育好我们的小孩，只有我们把我们的小孩教育好了之后，政府才有可能翻转，才有可能教育出更多好的这个保守派的人，基督徒愿意出来去投票投正确的方向。不然我们在投票上面目前是完全失败的。谢谢你的问题。我对于基督教的这个学校，我现在只有就是在考虑，还有在然后什么那个调查而已。我的牧师他们两个小孩一开始就是去读基督徒的学校的，然后后来有一次他们在这个也是 summer 的时候，他女儿就跑回来，就是跟他爸讲说，跟我们的牧师讲说，就是我们学校多出来了很多的，就是家里都不是基督徒的。他女儿就是在发糖果，然后就说，哦、oh, ，this is for girls only， 然后就有一个小男孩跑过来跟他要糖果，然后他就说，哦、oh, ，this is for girls only。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说 ，Well, I'm a girl, I'm a girl now, give it to me。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父母看到公立学校这个样子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们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觉得说有信仰的学校应该是好的吧，然后基督徒应该比较 有道德价值观吧，然后他们把小孩送到基督教的这个学校里面去。那基督教的学校，我必须说，他们还是要就是要钱的，要经费的。他们当然就是学生越多越好，所以他们有了非常多这样子的家庭定在这个里面。各位要知道，就是全美国每一间有头有脸的大学，哈佛、耶鲁、史丹佛这些东西，全部都是基督教去创校的。像说哈佛这个学校出来了之后，隔了几年他就开始烂掉了，因为他们为了要招生，所以跟世界妥协。然后呢，史丹佛就说：“哎，不行，这个，你看，他们这个学校一点都不基督了。我要建校，我要建一个真正基督教的学校。”然后呢，他们建了学校之后呢，哎，一开始很好，之后就开始慢慢变得跟哈佛一样，史丹佛也是。你各位可以去看 Vanderbilt University， 还有Georgia， 各位去看每一间在美国有头有脸的学校，一开始全部都是基督教的学校，所以。我不是在泼冷水说基督教学校都不好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只是在讲说，你的小孩只有你在乎，就连我都不在乎你的小孩。说真的，没有人在乎你的小孩，只有你会在乎你的小孩，只有你会爱你的小孩。别人可能就是会说得很好听，但是事实就是，你的小孩在别人的眼睛里只是每个月的钞票而已。所以说我个人认为，我也不是在逼大家，我个人认为父母要夺回自己的教育权。 Yeah，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，因为在我们的频道下面有几个父母就是这个样子，
然后他的小孩就是已经说他要变性了，然后在 yearbook 上面就是已经长头发了，然后各方面的。说真的，我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答案回答这个东西，因为实在是太困难了。然后也不是我的小孩，我可以在这边讲说，就是你就是要坚持，你就是要坚持真理。然后但是你是父母，你又要在乎你的孩子的这个，你跟你孩子的关系。如果你的关系跟孩子都已经断掉的话，那个孩子更是没救了。如果连父母都这个样子的话，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完整的回答。但是我可以回答，就是跟我在里面讲的一样，跟你的孩子一起认罪悔改，你只能这个样子，这是最开始可以做的。你带着你的孩子认罪悔改，你的孩子一定知道这个东西是错的还是对的，因为律法已经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他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觉得怪怪的，只是世界上一直在告诉他说这是对的，这是勇敢，这是很棒，这是勇气的象征。你如果带着他认罪悔改的话，是对他有影响的。他们是想要被爱的，他们可以感受到你的爱跟世界上这些机构 LGBTQ 这些组织说的不一样，你可以带给他们的影响是正面的。那之后再怎么样，这真的是祷告，然后跟他一起走出去。但是要在真理上面坚持，你可以说我接受你是我的儿子，但是我不能叫你逼我叫新的名字。你在某层面上面是要坚持的，因为他们现在他们最攻击父母的方式就是换名字，就是我要的只是这个而已，你为什么连这个都不给我？我只是要叫 Esther 而已，就只是换个名字而已 ，OK， 还是 E 开头的 ，OK， 还是同样的意思，你就直接叫我就好，对你有差吗？有差，有差，不是说我们不能改名，我们改名如果不是为了荣耀神或建造人的话，亚伯拉罕改名。沙拉改名，哈拿改名，各方面的这个东西，我们如果不是为了神，然后为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而改名的话，我们改名只是为了要挑战体制、挑战父母、挑战家庭的话，那这个改名的动机就是错的，这是伤害人的、伤害家庭的。所以在很多议题上面，父母要站稳，但是就是要爱那个孩子，然后只有你知道怎么爱这个孩子，然后要告诉你的孩子说，把数据弄出来，把这些东西弄出来，就说你各位要知道，学校一点都不在乎你，他们可能会给你说一堆乱七八糟，把天花乱坠，我又可以给你变性，我又可以给你什么东西，但是就是没人在乎他们，然后只有家庭在乎他们，就是建立一个家庭的感觉吧。我觉得不好意思，没有很完整的回答这个问题。对，没错，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没错，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罪，所以你要带着他认罪悔改，父母要带着孩子认罪悔改。他说他没有罪啊，没关系，你认你的罪。我打个比方啦，对我来讲啊，在我自己认知里面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因为我想了很久，我只能就是讲说，这是爸爸的信仰，然后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爸爸很难过。我知道你可能没有办法了解爸爸，但是请你跟爸爸一起认罪悔改，你听我爸爸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跟耶稣祷告，你不信都没关系，但是你跟我一起，你跟我一起就好。你要做给他看，你要做给他看是什么样子，你要先谦卑下来，你不能高高在上就讲说你有罪，你完蛋了，你看你交你的什么朋友 OK， 每一个把头发染成蓝色，然后戴耳环鼻洞什么什么，肚脐上还打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你这样子的话怎么怎么这样，对小孩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带着他，牵着他的手，没关系。你看爸爸看你这样子很难过，爸爸不知道怎么办，或许是爸爸做错了，那你跟爸爸一起，你跟妈妈一起，而且爸爸是最重要的，一个家庭里面父亲的存在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你看现在各式各样这些这个作奸犯科，还有什么变性人什么什么，几乎家里都是缺乏父亲。爸爸亲自在那边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对小孩的冲击力是跟妈妈不一样的。妈妈是比较柔和一点，然后特别如果你又是儿子的话，儿子都是吊儿郎当的，儿子都是跟我一样的，儿子都是看你说、哦、OK， whatever。但是爸爸不一样，爸爸的一个威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爸爸是会带着孩子一起改变的。所以说，
真的是带着他认罪悔改，然后不要以谴责的方式，就是跟他讲说我做错了，让我们来一起来跟神祷告。对我来讲，这是我想出来最好的解决方式。现在每一个教会都开始注意到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你会发现在乎到这些儿童变性啊，在家教育啊，都是比较年长的父母，都是比我们大一点的父母，大一点的。然后我跟我们这样子年纪的父母，三十几岁四十岁这样的父母，基本上还没有开始在乎。问题就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还没有发生，这些比较老一点的父母，他们的小孩已经变了，他们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已经开始在变性了，已经开始在那边抵抗父母，已经在叛逆期，就想说我就是要跟你呛，你为什么不叫我改，为什么你不叫我这个 真实的名字，你为什么这么古板，你什么圣经什么什么的，已经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他们才开始注意。所以教会还有各方面，你一定要现在开始讲这个东西，在我们这个父母，我们这一辈的 我们这个年龄的父母，我们的小孩还这样子那么小的时候，就要开始注意，不然之后的话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困难。当你的小孩已经变成青春期，已经变成叛逆期的时候，你再来注意就会很糟糕，很糟糕。好，那今天的感谢大家，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今天要讲的东西。然后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听了这些东西之后很可怕，没有错，但不能祷告就好。我真的希望各位真的是付出行动，读回自己的孩子的教育，真的是亲自的带着小孩一起成长。你跟小孩一起学习的时候会很有趣。我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背圣经，然后呢，我那天国八福那个顺序啊，那个什么我都背不出来。OK， 每次就是好像听起来都一样。就我女儿有一天这个回来就说：“哦、，I learned something. OK, love, joy, care。”我就之后 OK 我就背起来了。然后我有一次跟他一起看电视，看那个 Super Book， 对他讲那个以斯帖的，他就看，然后想说哦 ，Why does Esther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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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不确定他了解多少，但是我看到了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，哇，以斯帖怎么会这么有勇气？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跟孩子一起学习是最可以跟孩子建立关系，然后还有跟孩子。重新回到你的小孩，你还在学习的时候，如温故而知新，可为师尊的这种感觉，真的是建议大家，真的是跟带领着自己的孩子，homeschool 自己的孩子，夺回自己孩子的教育权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。